芳姐啊，今天在乡下收古笋了。我叫哎，大哥你好。哎，这是古笋啊。耶，古笋。在哪里过来的这个？沙河。沙河这个刚好差了一个十几多了啊。对。是这样子，我们就是那个老肉的老木匠的那个老古笋，对不对？哦。看你家里面有个老肉的老树啊，老古笋啊，那些泥啊、毛啊那些东西都有的嘞。我有一个平菜的老师干的。真的？嗯。那可以找叔叔看一下不？我去老师考察到。啊，你老爷，好嘞，行了，我在这里等你啊。嗯。这做什么啊？这个。嗯，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盘子对吧？耶、yeah, ，这个呢？这个也是这个老古董嘞。这个也是老古董啊。嗯。好，我先看一下啊。这个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盘子啊，它目测有12-13公分宽，有7-8公分高啊。这个是比较重的，这是清代的吴兆农，清早期的乾隆年间的啊是。仿拉彩的这个都是上面都是有金水描金水的，它的腾飞腾很活跃啊，它的神态也很好，这是小俑，这上面都是描金的仿拉彩的啊，很重哦，这是下面这个盘子都是12生肖。1-2-3-4-5-6-7-8-9-10-11-12生肖的一个铜的，这是铜的啊，纯铜的，哎，铜的仿拉彩的一个小盘子，哎，保存相当好啊，没有一点磕碰，啊，这个是的，这个你祖辈留下来，你就一直收在这里是吧？耶，对，嗯，行。这个是一块玉，这是一块翡翠的翡翠飘玉啊，这上面全部是飘玉啊，这里是一个壁虎啊，它的壁虎在古代就是象征着很吉祥的意思，这也是飘玉的啊，这个大概都有7-8公分长啊，一个吊坠啊，这是翡翠的一个吊坠。这两件东西，放在一起啊，看你在一起找出来，家里面没有别的东西了吗？家里有妈妈都找得到，现在不得可以找嘞。哦，又干农活了啊。对。那这两件东西你卖不卖？叔叔。你就出点价钱卖了里面了。这个又多少钱呢？那就。你说了。我说啊，那东西是您的，肯定是您说喽，是吧？嗯。东西是你的，你说价格，我如果再说价格合适的话，我就给他买了。价格高了，我就不买了，这个样子。您多少钱呢？你最好多少钱？别人说是一出10万块钱嘞。10万块钱？嗯。贵了嘞，给你出1800，好吧？1800，卖嘞，卖。卖，那你要多少钱了？5万吃不了，这就跟人家200，2700，2000块钱，啊，行吧，因为这上面没有款啊，就是12生肖，这个就是没有大人名家的款，就是只2000块钱。你就说了，货到家里没事。对，那这个呢？这个也差不多嘛。这个就是一块翡翠的啊，这里面还有点石捏，就是东西大，给你出1000了，1300块钱。哎，加500了。还要加500，就是说这个加300，2300。哎，不行啊，这个只能吃2000啊。但是这个给你1500了，好吧？啊，又得了。就一起3500块钱啊，好吧？哎，因为你这个东西就实在的放家里面也没什么用了啊。感谢了，二哥。祝您身体健康。